凌晨4点多，猛烈火势，一名妈妈抱着女婴爬到3楼阳台求救，不慎坠地。那妈妈因为可能看到火势过大，那不慎从3楼坠落。玻璃破裂以后，整个玻璃碎掉，氧气一灌进去，火势就很大。母女坠楼，妈妈伤重不治，女婴重伤。随后警消还在2楼浴室发现10岁女童，3楼也发现70岁的阿嬷，但都没有生命迹象。孩子的爸爸是外出跟朋友聚餐才逃过一劫。太太跟老大都已经离开了嘛，然后那个就是还刚出生的小朋友，然后现在也还在急救当中，但是。屋主太太是越南籍外配，一家四口常看到出游拍照，其中念小三的女儿还很活泼。这个小朋友非常的活泼可爱啊，他人缘也很好啊，他目前他本来是有参加课后社团，是国标舞。过年前发生悲剧，团圆梦碎，慈济志工也到现场关怀陪伴，度过难关。大爱新闻南部综合报道。